其实那哪里是台中市的事，因为这个是国际的，也是一个让台湾走出去的一个机会呢。陈佩琪下午要到台中跟林佳龙的夫人一起来见面，然后逛花博，这边来缓和就是白绿之间的比较紧张的关系。这个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这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去年我们也办过四大运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哦，这以台湾为名哦去办的活动哦，其实这种不管它叫台中花博，其实那哪里是台中市的事，因为这个是国际的，也是一个让台湾走出去的一个机会呢。所以我常常认为哦，就像我们去年办四大，我常说四大那也是台北的四大，那更不是柯文哲的四大，它是台湾的四大运，所以可以帮忙就帮忙了。我觉得我态度是这样，这不是要缓和双方关系。原来我倒觉得花这么多钱，难道是让他的目标是要对整个国外推出去的哦？这个等于是行销台湾了，所以该可以帮忙的帮多少算多少。所以佩琪是被你派去帮忙的。没有啦，我说我们还是要表示说我们是支持这个，哦，这种大型活动嘛。